对啊，刚才打学生啊，是从那边人家旅游的学生从那边走过来，走过来以后到那儿去那个什么，人家路过看着一帮人，就无意当中站着看多看了两眼，警察上去抓人家，打人家，完了哈，那是便衣，然后待会儿就真的警察穿警服的过来抓人家，人家老师不干了，这老师追回来了，然后给人说好话才给人劝走的。什么会呀、这是？哎呀，完了！没有人走道都没好人走道的地儿去，人这还不让站着，还得吃个着，我就站着，哪也不让站了。对，没人让你。